好，谢谢主席啊。我们首先我想请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很少来的那个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董事长，是不是梁启源梁董事长？好，哎，梁院长来。就是你，对。跟他敬礼。梁董事长，我之所以请你啊，因为你原来是政务委员嘛，哈，所以原来是有官方身份的，只是政务委员很少上备询台而已。那今天你是用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董事长，对吧？是。他的身份来的哈。现在大家都一直很关心的啦，说我们的经济哦，现在看起来经济会主委都讲了，原来讲说外冷内温啦，本来年初的时候讲外冷内热，后来外冷内温，现在变外冷内凉啊，听你讲来当凉起来呢吼。现在大家，然后总统也蛮这个见机立机啊，赶快召集部会啊来开会啦，怎么等等之类的吼。以你用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哦。这个有没有什么可以立竿见影说台湾经济可以免除这种经济衰退哦？或者我们直接问吧，哈，世界会不会有二次经济衰退？是，可能性高不高？对，那个严格的定义来讲，那么从这个金融大海啸哦，那谷底2009年的大概第二季，那上来，那么。已经经过了超过2年了，那么从它的定义来讲，它不是二次的衰退了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景气的循环。那目前的情况主要是这个欧债的危机。现在一般认为欧洲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可能零啊，或者负啊，美国大概1%左右啊，一对不对？那即便我们也就4点多，中国大陆算好一点，9%。整个来讲，因为美国跟欧洲两个地方各占 GDP 啊，占全世界 GDP， 这各占24%左右嘛，所以两个加起来快50%的，这对全世界当然是一个警讯嘛，难道不是吗？对，啊，不，那我请教你了哈，现在台湾面临到这样子，你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嘛哈，以这种很学者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真的要经济要帮助台湾继续成长，有什么方法？是。一个就好了，最重要一个，好不好？不会讲多一个。对，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个经济，70%是出口，但是也有进口了。那进出口的这个比重呢？那么135%是 GDP 的135%，所以台湾的经济的持续这个自由化跟国际化开放。是唯一的台湾能够维持竞争力跟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则，大概台湾怎样了？具体一点做法有没有？是，如果继续维持经济成长，那就货币要贬值啊。对，请教了，对嘛哈？我意思就是说开放，而不是说这个就开放。好，你讲开放，我就跟你讲一个数字啊。等一下，我再请经济部的长官来讲。我们政府开放入资来台到现在。真正到位的金额差不多2亿美金了、啊、哈、你以前当过政务委员了、我一直主张这个，我请教你这个主张对不对啊？其实现在来讲，最重要的，我们经济会主委刘一儒也讲了好几次嘛，就是希望能够内不要变凉，最少温吧哈、增加对台湾的投资嘛，对不对？我们开放入资来了，结果只有2亿美金呢，60亿台币而已，根本就不要想了讲。限制太多了，开放项目太少了，能不能够？我就请问你哦，以学者角度来讲，主不主张建立政府，改成负面表列，什么不可以，其他通通可以，哎，查理不？是，我想应该。我请问你，我这样讲对不对？对对。对嘛哦。可以考虑。应该是这样主张嘛。是不是？是。好，阿雷你修淡淡几息息啊？我们请那个林胜忠林政务次长来。好，林次长来。这董事长小蛋姐，你真久无运动啊，小行起来，随时要跟你请教。市长，是报告。我们经济学者、业者、民意代表都主张改成负面表列吧。你就说这几项没杀你，其他通通也杀你。那目前是讲 G
这几样会杀你，其他拢拢袂杀你。所以呢，就到现在为止，开放老半天，2亿美金啊，要一件。请问你，我们开放几年了？请问你，我们从前年开始开放两年了，年哎，两亿美金，那家里我们自己啊，台商自己来投资，我们都有快500亿美金的，400多亿新台币了哈。你同意不同意改成负面表列？这个部分我们定期都在检讨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目前已经检讨过两次，现在在做第三阶段的开放的检讨。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现在哦，已经很急了，已经内凉了，要大幅开放啊！大幅的，刚才我们董事长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也是前政务员啊，也是长官啊，他讲的我完全同意啊，大幅自由化，大幅呀国际化，这个才对啊，干不起来呢？对于陆制的开放是比较审慎了，其他的国家的开放当然都是按照没这个、啊、就要靠钱的陆制靠钱啊，其他的没钱啊。对，日本的债务是 GDP 2倍啊，200%啊，一类的啊，对不对？你一直讲说日本多好多好，来讲话这问题一直没钱啊，对不对？他出来是有限嘛，那个尹启明说要毕业走了，他说哦，我赞助我赞。那多少也没有多少啊，来这里投资也是几十亿而已啊，不划算啊，对不对？就是看起来真的有大力度来投资的，就是大陆啊，你假兮兮，对不对？没有，我请教你了，次长，撇开立功，这个政务次长那是共的，我们你个人觉得是不是应该开放？我个人是认为应该朝着开放的方向。你个人认同应该负面表列嘛，对不对？负面表列的话，是一到一个程度的话，应该用负面表列。现在已经到那个程度了啦，现在已经火烧屁股啦。现在已经到那个程度，难道没有吗？难道不紧张吗？我们股市这样暴跌，跌了这样子，提提又了，当然今天好一点了哦。这样跌了一塌糊涂，跌了信心都没有，我们就靠内需啊，人家来投资啊，这我很急啊。你们大家都一副啊，你假兮兮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好。陆资的管理最好就是把陆资视同外资最好。对不对？陆资等于外资，啊，也符合民进党现在党的一直在党的意识形态，也符合他们啦，难道不是吗？对，因为在开放的过程还有一些配套。什么配套？配套好比说，我现在问你，负面表改成负面表列，问题在哪里？告诉我，什么问题？你告诉我。目前是因为你也讲不出来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你跟我讲。对陆资的部分、啊，我想在目前两岸关系条例的前提之下，有许多、啊、就是政治问题嘛。条例去你要不要回答？是不是因为陆委会说不可以？是不是陆委会说不可以？请问你，我们是按照条例。我请问你，是不是陆委会不可以？对不对？已经到这么急的时候了，我是觉得哦，这是大开大合的时候了，哦。你看，边你的右边，那原来是长官嘞，原来政务员嘞，今嘛是学者嘞，今嘛智库的老板，对不对？那讲得这么清楚，就是负面表列嘛，对不对？来，梁，我们梁董事长，再请问你一下，是我们那个 TPP 啊，我们都要积极加入嘛，哈，是应该加入。你刚刚你全体自由化国际化，就赶快加入。问题老共不要加入啊，老共认为说这个 TPP 是美国带头的，有一点要牵制中国的。掉那味道啊，那个出来，那味道啊，就是要弄一个东西啊，小 group 啊，来对抗这个中国，所以他不要，哎、欸，他不要。请问你啊，即便这样子啊 ，ECFA， 我们有 ECFA 是不是一样还在 TPP 对吧？没有错，因为台湾目前呢、啊，跟人家签的这个类似自由贸易协定的话，那么只占 GDP 1%啊。那韩国的话就占到45%啊。哦。那所以我们是急需跟这个国外来签。那我们跟大陆签 ECFA 是占了多少 ？ECFA 当然这个已经提升了嘛，对不对？对对对，因为香港跟大陆是占了40%，那么所以这个 ECFA 我们现在多少？占多少？他们大概香港跟大陆，我们跟大陆大概多少？占出口的话是占到41%啦，18%左右吧，应该有嘛？哈、哦，对，出口分为18%啦，但是 GDP 没有这么多啦。对，我意思就是说，那如果说有占这个出口的比重，如果说是，包括 ECFA 签订以后，那这个比重当然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那所以对外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商谈，包括 TPP 啊、哦，那么这样的一个Trans-Pacific 的这个Trade Agreement 哈、哦、的这种架构，
我是觉得对台湾来讲是相当有利。会不会大陆因为大陆有些的掣肘会阻拦我们加入 TPP， 有没有这个可能？这个我就不知道，但是我想国家的政策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TPP 跟 ECFA 没有冲突吧？这两个应该可以并拢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冲突的。好好，你请回哈，可以的，你请回，也是开心过来，谢谢哈。来，处长，是这两个可以相容吧？这个 TPP 你是专家啦。对，这两个是可以相容的。是可以相容，因为 TPP 它是在以这个 APEC 会员。请问你们有没有经合会那个机制啊？良心国有没有跟大陆讲一下，说我们要加入 TPP 啊？这个东西跟 APEC 没有关系啊，不能受 APEC 影响啊。台湾需要走自己的路啊。目前他们目前这个不是在议题上面，但在 APEC 里边是确实我们做一些广泛的探寻。好，我想再请一下那个台糖的今天来的是总经理董事长。好，台糖董事长来。总经理，啊，总经理来，哎，那个处长一起哈。委员好。这个啊，那个处长也听着了哈。台糖哦，你们去年度的绩效，刚才人家许天才委员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台电也撩紧，中油也撩紧，台糖靠卖土地卖了一堆就赚钱嘛哈。金监会主委炮轰你们呐、啊，金监会主委说现在外资。一直想来台湾投资，但是那个土地问题卡死了，所以一个土地啊，台糖搞死了，炮口对准经济部底下的台糖，不给土地，啊，土地这里面呢、啊、red tape 啊，官僚很多，哎，这是他们也这样讲，但是我这样诠释的哈，我们很急，这个刘一儒说最大的投资障碍土地，第二个才是人才找不到人，那个先不管了、啊、土地，而且他直接建立。通通归给国有财产局啊！我也觉得很好啊。我们台糖是不是通通干脆啊，市长啊，干脆我们就把台糖全部并，就是交给国有财产局去管好了。反正你们现在靠卖土地，现在变成一个缺口，一个漏洞。我们要求，我们要三令五申啊。即便我修的国有财产法没有通过，但是呢，我们吴院长这样子紧张的不得了，说国有地台北市通通不能卖，台北市以外的500坪以上不能卖，对吧？啊。结果现在是台糖拼命卖啊！请问台糖，你去年卖多少地？卖到有剩余啊！哦，这个赚很多钱啊，卖多少地？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去年虽然我们赚126亿哈，但是其实我们土地的部分哈、啊，大概在整个我们基本上97%啊以上是征收的，是配合政策，包括这个20这个中科。不，你是我们自己卖多少嘛？你卖多少土地嘛？90几亿。啊，九十七卖几公顷？他公顷要看，有些是农地，有些是这个征收的比较大了，面积比较大。我觉得我要来提案，我觉得这是一个漏洞哦。那个总经理啊，这是一个漏洞。我们这里说国有地不能卖，结果你现在台糖拼命卖，台糖基本上是如假包换的国有地啊，这是一个大的漏洞了。我们要提案把它挡起来。我觉得台糖，即便你不交给国有财产局来处理的话。我觉得台糖的这样子不能够一直卖，我们这个那个行政院的禁令应该给予台糖，不能够让台糖变成划租界地哦。啊，市长啊，回去定一下，我们会注意这个事情，好不好？对，谢谢。报告一下，那个去年啊，就在总的面积，我们卖的是有684公顷哈。684公顷、啊。对，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我们自己一般让售只有2公顷多而已。其他的全部是征收的，好，谢谢，来，谢谢。